开饭了，家人们，今天吃红烧排骨。嗯，香吗，老公？好吃极了。嗯，太香了。家人们，赏我们两口子一个小心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，谢谢家人们。这排骨都是我老公做的，是不是看起来挺有食欲的？这个是牛筋肠，就是牛蹄筋的肠。家人们，开饭了，今天吃羊小腿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颜色老有食欲了，老公来一口，老嫩了，羊小腿全都是瘦肉，看看，家人来，嗯，好吃吧？来，我给扒了一半蒜了，记得老公。哎呀，吃肉不吃蒜，味道减一半，太香。好吃是吧？来，你去吧，你吃。哎呀，全是瘦肉啊！家人们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赏我们个小心心啊，送我们上播热门，谢谢家人们了，感谢大家。这肉，开饭了，家人们，今天吃牛窝骨。哎呀妈，哎呀，好烫啊！老公先来一口。哎，好久没吃牛窝骨了，老香了。嗯，今天太大了，今天做的筋头巴脑，看贼着嘟噜，老香了。嗯，好吃，太香了。看家人们，牛窝骨啊，喜欢我们小两口的家人们，给我们个小红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，谢谢家人们了啊，感谢家人们。好吃，嗯，吃完之后就剩这一块小骨。